主禮嘉賓上台就座的。好，大家亦都用你嘅熱烈掌聲，我哋係恭請旺角街坊會理事會主席兼大會統籌委員會主席梁華正太平紳士，旺角街坊會首席會長兼大會統籌委員會主席羅樂明先生 MH。大會主席陳香蓮女士，大會首席會長葉德榮先生，大會會長羅慧珍女士、何志強先生、吳錦祥先生、黃子成先生、黃友德先生，陪同各位主禮嘉賓上台就座。我們現在繼續用熱烈掌聲恭請我們的主禮嘉賓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GBS 太平紳士，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黃小玲女士，環境保護處副處長郭王永琪太平紳士，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太平紳士，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澳東太平紳士，社會福利處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關淑賢女士，旺角警區指揮官金榮耀總警司，廉政公署西九龍首席廉政教育主任嚴厚允女士，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油尖旺區康樂事務經理許嘉文先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傳訊及公共事務經理黃思敏女士，香港旅遊發展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慶先生，九龍總商會理事長李鳳祥先生，名譽會長夏劍平女士，大會副會長郭永昌先生、黃寶勤先生、丁天佑先生上台就座的，有請咁多位。再請大會副主席潘兆平女士、黃宇良先生、黃劍華先生、林福元先生、關樹根先生、梁志軍先生、卓德光先生、黃信廣先生、梁平寬先生、梁巨海先生 MH 陪同嘉賓，以下的嘉賓包括有中山市黃埔鎮副